天氣越來越熱，晏晝想來個 light lunch， 餃子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太古城新開一間餃子專門店，裝修以日本和風車站做主題，沒想過吃餃子都可以打卡啊。打開餐牌，12款口味的餃子有傳統有新派，標榜選用日本麵粉製作餃子皮，做出來的餃子特別細滑，每一隻都是即場擀皮製作，皮薄得來又帶點煙韌，即點即包即煮，夠新鮮啊。必試這裡的蟹粉餃，用全蟹乸的蟹粉和蟹肉泡製，鮮味十足，還有加入黑松露泡製的豬肉餃，輕輕咬開，松露味即刻在口腔到爆破。這款點選煎餃就最好了，餃子皮煎得香脆之餘，松露味格外香濃突出。同樣不可以錯過的就是招牌海膽餃，看得出海膽的份量不少，混和豬肉，鮮甜多汁。餃子一樣可以吃得潮一點，這個芝士餃用了兩款芝士製作，滋味夠曬濃郁啊。走韓風路線的泡菜餃，味道剛剛好，不會太辣和過酸。還有全新的酸蘿蔔雞肉餃，蘿蔔酸酸甜甜，口感十足又開胃。除了多款足料餃子，餐廳還有一系列的麵食供應，至甚推介酥炸排骨湯麵，排骨大大塊，亦都是即叫即炸，外層脆，內裡 juicy。 最後還可以點杯熱茶嘆一嘆，幫助大家消化。